8月2日，一组孙俪在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的片场照曝光。当天，孙俪12华服加身，12轮围接下球，穿着球衣坐在塑料小凳上看剧本的场景十分搞笑励志。疑似入戏太深的孙俪片场画风跑偏，不做安静的美娘娘，休息间隙拉近练功停不下来。当时正值冬天，孙俪趁着好天气放飞自我，轻松拉开弓字步，外加手背歪头毫不费力。而孙俪在练功的时候还是穿着球服，这画风也是太诡异清奇了。